大家好，我是砖头。我现在在四川巴中的通江县的虹口镇，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虹口镇孙氏家族祖先的墓葬。这是一个精美的桃园五洞碑，但是左边已经垮塌，这个墓雕工非常精美，大家看这高浮雕的工艺是不是非常难以见到，真正的石雕艺术精品能保存到现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见。墓碑上边是二龙戏珠，透雕的二龙戏珠。今天我为大家介绍孙氏家族两个桃园三洞碑，这是其中的一个。在这边的树丛之中还有一个桃园五洞碑，这个墓碑的形式跟刚才那个墓碑的风格不太一样，这个墓碑非常的高大，虽然经历了数百年的风雨，但是还是相当的精美。这个墓碑中间是雕了两只狮子，这个墓碑的碑头和刚才那个也不一样，墓碑里边两边雕的是24孝，谢谢朋友们的观看，你们的支持将是砖头前进的动力，谢谢。